没穿透，完全没戏。这是蜗牛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选项 A 手枪是没有成功的穿过我们的水缸。哇哇哇！穿透了吗？没有，力量非常大，但仍然还是停在了缸的后沿之前。哇！还是没有透啊！该上我们的大家伙了，最后就剩下狙击枪了。哦，也不行。没有。哇！但是它有一个那个二次爆炸的过程，你看到没有？就那个冲击波，水的那个冲击波。哇！步枪还是狙击枪，都没有办法穿过1米水缸。